今天带来一局冰锤流关羽。大家好，我是群主校外。关羽新皮肤武圣明天上线，今天也是有幸收到了官方发的体验卡。那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皮肤手感怎么样吧。首先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皮肤模型比其他皮肤要大，大当然有大的好处，就是用了这款皮肤你能感觉到技能命中率更高了。像刚接触关羽的新手朋友们，拿到这款皮肤练英雄是最好的选择。其次，这个皮肤的手感是关羽全皮肤里最好的，技能使用起来非常平滑，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种卡顿感，打个比方就像你用刀切豆腐的感觉一样，甚至对手都看不出来你开的疾跑还是大招。这边两级配合吉吉国王送芈月回家，怎么说呢，我用了这个皮肤后明显感觉到操作变得更自信了，因为模型大，手感好，特效华丽，根本不用担心技能会放空。五级猴子打龙，我们等一下大招帮他吸引一下对手注意力，韩信进场开疾跑拉扯一下，等猴子打完先蜘蛛仔我们再进场，一技能劈出芈月大招，不着急直接开大顶一下后撤步再顶一下送他回家，对吧。这个皮肤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满能量普攻顶人会明显感觉到范围变大了。这边继续对线芈月，他打我们云中君，我们找好角度大招控一下，转一刀后撤步躲掉一技能再顶一下后撤步躲掉他链子，开二技能加速再顶一下转一刀，他开大我们假装跑路，他大招结束瞬间祝他幸福。关羽的难度其实就在这个走位上面，玩得好的关羽都会用走位去骗对手技能，很简单，你能量满了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进攻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你可以装作要打不打的样子，先骗对手技能或者走位再去操作。这边队友追击芈月，我们二技能进场 K 头失败，对面安琪拉开大我们开大让能量加速顶一下转一刀送他回家，钟馗勾到猴子我们吃到狄仁杰黄牌，韩信入场大难临头各自飞。回到线上，小乔帮我们收塔，我们疾跑大招进场先帮小乔带走韩信，等芈月大招结束普攻送他回家。我建议新手朋友玩关羽前期最好先做暗影战斧和冰心，这样既有坦度又有伤害，并且技能冷却非常快，容错率很高。这边东皇伽罗来抓芈月，这时候先等芈月交技能，队友打得差不多了大招一技能直接 K 掉，不要给他开大的机会。关羽的打法跟马超差不多，核心就两点，带线和支援，不管你边路打谁千万不要跟对手打消耗，清完线就去支援一波队友就好了。这边来到中路，一刀劈出安琪拉炽热支配者，之后去找狄仁杰位置，安琪拉进草被我发现，二技能控下一刀秒掉，开大回顶狄仁杰，一技能跟他同归于尽。让关羽跑不起来的英雄有很多，我们团战技能留着切 C 就可以了，不要在坦克和辅助身上浪费太多时间。这边带完线发现残血安琪拉，绕后顶一下一技能送他回家，本来想开二加速大招推两个被勾了，那直接开大准备跑路，这波简直是血赚，大招骗了钟馗大招和闪现，猴子东皇入场完成收割。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战士可以吊打关羽？听说点赞的朋友今天打排位赛会是人生哦。我的铭文是隐匿、鹰眼、异变，装备抵抗之靴、暗影战斧、极寒风暴、精卫荣耀、霸者重装、碎星锤。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